这五年呢，就是我只有一句话，大家都觉得。人气男团 Special 久违合体，八位团员在新专辑记者会上演唱新歌，老板还送给每人一条超人内裤。谁的 size 比较大？刚刚有人说自己是 XL 的吗？我看我自己是 XL 了，大家都是 XXL。哎，那个老板什么意思？这五年呢，就是我只有一句话，大家都觉得，我真的觉得大家都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，非常辛苦了。当然这个声音也是会有啦，就说啊，真的假的，要在这个时间点出吗？会比较低一点。对啊，不会这么高。啊，还有头怀念过去的，过去就是过去了，对，跟我们的人数一样就过去了，因为我们算是分东离西吧，然后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练舞也好，拍摄 MV 也好，都是紧锣密鼓的。然后我觉得算是见缝插针的，因为那个怎样？你看到上面塞了三个成语？哦，真的假的？是，分崩离析、紧锣密鼓、见缝插针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对，不好意思，可以。坐立难安，七上八下。至于新歌 MV Body Body 一出，因运镜问题、对嘴对不上等问题，引起粉丝一面倒负评。当然会难过，但是其实是事实。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再去检讨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对他们说，就只能说抱歉，然后再唱一首安可。可以，再安可一首这样子。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很没礼貌，礼貌还走音。但我自己看完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至少可以带给大家开心。很衷心的推荐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好朋友们看，我说你快点看，大家都得到了。一瞬间的开心，这支 MV 的风格疗愈，疗愈系，疗愈系快歌这样，疗愈系快歌。那有疗愈到你们？是疗愈系还是插气系？外界都会觉得我们好像可能很有很大的反应。那、啊、我变这样？对对对，天哪、啊，不行吧？对，没有，我自己是很平静的。套句成语来讲，就是哀莫大于心死。心如止水。